那今天节目呢，我们又有几套特别漂亮的房产要介绍给大家了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一套，哎呀，真的特别的好看，是吧？给它几个关键词啊，就是奥克兰的 Remuera 北坡最好街道，全幅地966平方米，美丽的海景和天空塔的景色，奥克兰最佳男女名校网。怎么样，这些关键词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了呢？今天和大家一同云游的这第一处高端房产啊，就是这一切优势关键词的集合体 ，Eastbourne Road 3号 Remuera。这栋充满魅力的别墅坐落于 Remuera 令人心驰神往的 Eastbourne Road，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于街道尽头一块高地式的建地上，各方面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别墅占地面积达966平方米，现代奢华与经典雅致在此完美交汇，共同织就了一幅超乎想象的温馨画卷。步入宏伟的大门，即可被迎面而来的高贵气场所震撼。精致的门厅配备法式楼梯，共同铺陈出一幅雅致的开篇。随着脚步的深入，空间之广阔，材质之精美，触感之神圣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。细腻的石板地面，温暖的实木地板，以及匠心独运的花岗岩台面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。近期的装修翻新，更是将内部装饰提升至现代奢华的新境界。宽敞的整层大厅配备中央燃气供暖系统，楼上两个宽大的卧室以及极其舒适的浴室通往北向阳台，让整个空间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。多个生活区自然延展至宽阔的北向露台，阶梯式的后花园绿意盎然，宛如自然的诗篇。来到楼上，卧室和浴室通向阳台，那里是欣赏葱郁山谷和壮丽海景的绝佳所在。从标志性的天空塔到远方的 Rangitoto 海岛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别墅的特色之一便是地暖系统和燃气供暖系统，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无尽的温暖。别墅外部设有双电动门和圆形车道，车道旁有一棵垂枝榆树，像一个守护者，散发着庄严的气息。这座匠心独具的住宅建筑面积约380平方米，底层不仅拥有宽敞的三车位内进式车库，更是提供了额外的储藏空间，满足您对家庭生活的所有需求。说起来啊，这好区的学区房本来就是炙手可热，价格不菲了，而 Remuera 这里的房子呢，可以说是特为尤甚。因为这里的住宅通常是建造于这个爱德华时代或者是20世纪中期的，所以往往呢是地大房子也大。所以您想啊，在这寸土寸金占尽了各种绝对优势的 Remuera， 这房产的交易价格大都是让人感到望而却步的。